各位朋友，克制一下您的情绪好吗？也请我们此时此刻在赛场内的非球员，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吗？也请我们双方的球员各自克制一下您的情绪。 来，请我们八一少路的主教练们，请你们暂时先回到我们的，来回到我们的球员席好吗？回到我们的球员席好吗？也请我们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，向我们，来，请问现场各位球迷朋友不要向我们场内，啊，场内不要丢失杂物好吗？不要丢失物品。在赛场上，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声音呢，就是您的掌声，来吧，鼓励一下我们的球员。